早投入工作的环卫工人，到建筑工人、公交车司机、餐馆工作人员、警察、教师、医生等等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们。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离不开每一个用心爱着这座城市的劳动者。工作人员、警察、教师。休假是吧？那我到时候，那我就你直接跟我。